面对最艰困的极地草马，很多人问我不怕危险吗？我其实在想怎样才能更安全，就算没人看见也一样照规矩。做好准备，做对的事，停下来，冷静判断路况，面对未知的变化，预留空间，让彼此更有保障。安全不是一个人的事，每次出发都有人期盼你平安回家。停当就对了。